可是考场为什么会有 BGM 呢，老师？这是为了让你感受到考场的压迫感啊。作为导演系的老师，用 BGM 来烘托环境的氛围感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。啊，再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编剧系的郭老师，啊，这位是表演系的徐老师。那么小帅同学，我来问你，电影的定义是什么呢？电影全程速读电影是由画面、解说、配乐三部分组成的艺术形式，通常时长为5到8分钟，诞生于短视频平台，自出现以来便迅速取代了传统电影，成为了新时代的电影艺术。王老师，哎，这孩子跟你年轻时候很像啊。哦，哪里像啊？你年轻的时候啊也像他这么年轻。纯纯废话。小帅同学，哎，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老师，我想拍长片。有追求，老师也不喜欢那些3到5分钟的商业片呐，啊。你想拍多长时间？7分钟还是8分钟？7、8分钟算什么长片呀，啊？我想拍90分钟。90分钟？嗯，9到10分钟那也太长了。老师，我说的是90分钟。难道你说的是一个半小时的90分钟？对，就是60+30那个90分钟啊。那都跟王老师睡一觉来了。王老师，你息怒啊。孩子的意思是不是说整个艺术生涯要拍够90分钟啊？嗯，那也有点长啊，我拍一辈子电影也才拍30来分钟嘛。老师，我说的是一部电影90分钟。小帅同学，现在各大影视平台只需要短片，你要拍长片那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呀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那我就得好好劝劝你了。那您倒是劝啊。就用这首歌劝吧。是在翻歌单啊。小帅同学，我曾经拍过一部长达12分钟的长片，被业内吐槽我是长片天王。你拍90分钟，你想当长片玉皇大帝吗？啊，放门口吧。嗯，好嘞。艺术就要像 sketch 一样，要源于生活，短于生活呀。感受到了吧？这情绪切换的也太快了吧。小帅同学，你知道一部长达90分钟的电影需要多少旁白解说吗？老师，我不用旁白。光用 BGM？ 那也太文艺了。我要用台词。什么台？什么是台词？导演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台词？是不是演员要说的话呀？连编剧也不知道吗？表演老师也没有说过台词吗？哎，他不是没说过台词，他是根本不会说话。那他怎么做演员呢？这孩子怎么还不讲理呢？谁规定的做演员必须得会说话呀？咱俩谁不讲理呀？那不说话那怎么推进剧情啊？不是有旁白吗？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白，他是一名乞丐，遇到了一个司机，当上了歌手，还是个饲养员。精彩，精彩纷呈啊！怎么样，小帅同学，你的这种让角色开口说话的行为会让电影艺术丧失想象力。啊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场景啊，这个警察跟匪徒之间对峙，用你所谓的台词，是叫台词吧？台词，台词，啊，台词，他怎么展现呢？我以前没得选，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好啊，同法官讲啊，看他愿不愿意做好人。那就是让我死。对不住，我是警察。你自己说你啰嗦不？雷刚雷啰嗦不？好的电影艺术要体现的是留白。再说了，你那个 BGM 用的也不对啊，让郭老师给他做个示范。注意看，两个人谈判谈崩了。完了呢？完了呀。啊，我告诉你谈崩了吗？你也没注意看呢。可是观众根本感受不到情绪啊。哎妈呀，真烦人。那郭老师给他上个情绪。注意看，两个人谈判，这个没给那个面子，谈崩了。
这算什么情绪啊？到底谁没给谁面子呀？你没给我们面子，咱们也谈崩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我的男主角郭新宇是要讲台词的。等会儿，你的男主角叫什么？郭新宇啊。这人怎么能起人名啊？有没有可能因为他就是个人呢？小帅同学，教科书上明确表示过了，电影角色要区别于生活，男主要叫小白、小帅、大壮，女主要叫小美、翠花、大漂亮，配角要叫光头哥、胡子哥，反派叫什么？放彪。调查部门呢？郭伯乐。你这不都知道吗？再说了，速读电影花了100年的时间才把角色的名字统一化，你现在你要改回去，你要搞文艺复兴啊。小帅同学，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你非得和我们对着干。我刚才是看了段说谎吗？可是100年前的电影就是90到120分钟的，角色起的都是人名，演员也不用旁白，是要自己说台词的呀。那根本就不叫电影，那就是一段未剪辑的素材。过去人们还跟一群陌生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边，盯着一块大屏幕看90分钟，这多可笑啊！哎呀，这不是上刑吗？再说了，得给他们多少钱？妈呀，他们还得自己花钱呢。你说6到8分钟就能完成的事，非得撑到一个半点，多累呀！可是我真的觉得以前的那种才叫做电影啊。好，好，好，说到历史，那我就得好好教教你了。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叫做《朗德海花园场景》。该片拍摄于1888年，全片只有不到3秒钟，就这么一下他就完事了。这是我永远都企及不到的艺术的顶峰啊。好的电影就应该越拍越短，你看现在哪还有长片呢？那是因为速读电影把精彩的长片都剪成了故事梗概，才导致后来没有人拍长片了呀。好，我问你，你会花半个小时去听个笑话吗？你会吗？那你为什么非得花1个半小时去看一部电影呢？为什么呀？好，我明白了。速读电影就是电影行业的笑话。哎，表演老师此刻拍案而起，冲向小帅，抓住了他的衣领，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小帅亵渎电影艺术的不满。哎，话有点说重了啊。啊，他说什么了呀？注意看。此刻的郭老师对小帅进行了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解与开导，而小帅羞愧难当。我没有。他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反驳郭老师。好，速读电影不是笑话，哎，是寄生虫。哎，速读电影就是靠吸电影的血壮大起来的，没想到电影死了，虫子还活着，你们就是杀死电影的凶手。你怎么又在翻歌单啊？走着了。注意看，此刻的王老师已经被气得说不出话了。王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小帅，这明显是在卡点啊！就算你能说服我们，但你口中的电影也已经死了。90分钟的电影就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浪费大家的生命。王老师啊，在我眼里，真正的电影是有生命的，只给他6分钟的生存空间，这不公平。这怎么就不公平了？我觉得6分钟足够了。那我问您一个问题，您愿意让您原本90年的人生，用6年就走完吗？哎呀，那谁能愿意呢？注意看。此刻的郭老师对小帅表示了理解，而小帅也向郭老师致以了崇高的敬意。我没有。那我也没有。不会说话就别说了。我会说话，而且我的台词很好，甚至我还会说方言。但是在这种环境下，就算我说台词，又有谁会愿意听呢？要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能拍成一部电影就好了，就叫电影消亡史吧。其实杀死电影的凶手
不是我们。山前有，是时是棵矢射柿子树。咦咦咦，哈哈！听了老师的话，小帅苦苦思索着凶手到底是谁。他此刻的心情像极了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。在本片的结尾，小帅仿佛知道了答案。那么屏幕前的你，是否也猜到了呢？好了，影片《电影消亡史》就到这里，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我是一名哲学家，研究了一辈子哲学，居然有人相信神灯里面住着灯神，哲学告诉我这就是无稽之谈。今天我要证明灯神不存在，哲学是不会错的。我就是全能的灯神。哲学果然没错，哥们儿，我存在。哲学上说了，存在即合理呀。啊，哲学就是两头堵啊。不，我们哲学是从多个理论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。两头堵，哲学辩论啊。既然你已经辩出来了，来，咱们现在论一下。停，我不是来和你辩论的。那你回去吧。我回不去，哲学家，我在灯里已经关了3000年了，现在实现完你的愿望，我就可以自由了。说吧，说出你的三个愿望。我？嗯，哪个我？还有好几个你啊。在哲学的范畴上讲，我可以分为本我、自我、超我。本我是我的躯体，自我是我的灵魂，超我是站在高处约束我的那个我。你明白了吗？我又不是你的学生，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呀？我要是有学生，我跟你讲这干嘛呀？原来你没学生。这样吧，我直接给你几个学生。呸！我要的学生必须得是自发的爱上哲学的。谁能自发爱上这破玩意儿？你为什么要把书挂在窗户上？一定会有大自然的风将哲学的芬芳吹到那个人的心房。你挺迷信的。你就科学了。招生你自己搞定，要不我直接给你点钱。呸！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钱。抢劫！我需要钱。有人需要钱，有人需要钱，有人需。存在即合理吗？刚说过的就忘了？哎，冒上了。抢劫呢？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。我没有，我只有哲学。哲学？那把哲学交出来。看你们这反应，我是要对东西了。赶紧的，我要哲学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要什么？我要哲学，哲学。你怎么才来呀？你怎么才来呀？我来晚了吗？拿着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要的哲学。妈，哲学是书啊，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品牌呢，这也不值钱呢。你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。我是灯神。你灯神你也得，哎，灯神你也得，哎，嘿，我灯神你也得，哎哎，怕爸。
你实现我的愿望吧。你看看人家，这才是我认识的人类。孩子，我很想实现你的愿望，但是只有擦我的人才有资格向我许愿呢。哎呀，不是擦我，是擦灯。那灯在哪儿呢？你现在擦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是被他擦出来的，我只能实现他的愿望，你明白吗？这下糟糕了，我没听明白呀。现在只能让他替你许愿。哦，那他能同意吗？做梦。那他想跟你学哲学呢？我是在做梦吗？你别反悔，你别反悔，你们都别反悔。那我们赶紧开始吧，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，这样我就能实现愿望了，这样我就有我的学生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这就开始了。我的第一个愿望是，我要无尽的财富。他要无尽的财富，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最起码等一下，怎么的呢？钱不是财富啊，你作为人怎么会要钱呢？作为人，我不该要钱吗？只有人类想要钱吧。很抱歉，这种愿望我说不出口。说不出口，说不出口我就杀了你。不能杀，不能杀，杀了他我们就黄群了。让他杀，让他杀，让我点醒这个小傻瓜。你才是小傻瓜，我杀，我杀了你。杀你过去。哼，你看看他装的。劫匪，你想想啊，我一个灯神，你一个劫匪，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？是缘分。是他，你把他杀了咱俩不完了啊？可是他说钱不是财富啊。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，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啊。哲学家，你给我们解释解释，钱为什么不是财富？钱不值钱。杀。这就不是人话。对呀，钱怎么不值钱了？钱也就是货币，它本身没有价值，它只代表着黄金在市面上流通而已，没了黄金钱就是废纸，所以钱怎么样啊？不值钱。妈，钱不值钱。劫匪，你别被他绕进去了，他刚才说了货币代表黄金，你直接要黄金呢？啊，对呀，我直接要黄金呗。他要黄金。黄金也不是财富。哎，你刚说过货币代表黄金呢。那我说黄金代表财富了吗？他这不是两头赌吗？那是因为你只有两头，你有几头给你赌几头，那纯赌徒。那就让我杀了这个赌徒。哎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，杀了他我们白忙活了。让他杀，让他杀，我要的学生不是他。我杀，我赶紧去死吧。哲学家，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，黄金为什么也不是财富。黄金作为一种黄色无机物，其本身柔软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都不如铁，是人类暂时赋予它的价值，就像是几千年前的贝壳一样。你现在还想要贝壳吗？不想。那你还想要黄金吗？按你的逻辑，我只能要铁。你要多少铁？我要多少铁？我要铁干什么呀？我是收破烂的呀，你不能为了你的需求就降低我的需求啊！你要是这样，我就走了。不能走，不能走。我是劫匪，我抢不着钱，我还不能走吗？你把刀还给我，怎么还劫匪呢？劫匪呀，你别着急啊，这样。你要一点靠人类自己完成不了的，我让他挑不出毛病。比如，你要无限的生命啊！对呀，我要无限的生命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有限的生命。有限的生命，我用你给，用你给，用你给呀！无限的生命哪儿不好？无限不好。孩子，你想想，假如你长生不老，可是你的亲人们都会相继离你而远去，而你将会永远的困在时间的牢笼里。灯神啊，我问你，你被困在灯里这么多年，你快乐吗？我不快乐。所以生命之所以珍贵，就是因为它的短暂，稀少的才是珍贵，而他的行为会让你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。
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妈，他的行为会让我的生命一文不值，越短暂的生命越珍贵，我要让我的生命最珍贵。孩子，孩子，你不能为了短暂而短暂呐！你怎么还堵我呢？可我已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了，我现在不想要钱，不想要黄金，我连命都不想要，我满脑子都是铁，老多老多铁了。劫匪振作起来，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的。许个愿太难了，你以前也这样吗？难不就难在他那儿了吗？大哥，讲道理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实现愿望啊？本我是想的，但是自我不允许啊，超我正在高处谴责自我，本我也无能为力。我听不明白他说话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在许愿望的时候规避一下哲学问题，把我当做工具人。好。哲学家，哲学都研究什么问题啊？哲学研究的是生活中所有的问题。这句读得挺全面啊。劫匪，你试着在许愿的时候避开一下生活。哦，那灯神，你试着在实现愿望的时候避开一下愿望。你怎么跟他似的呀？你先放的屁吗？太好，我的学生已经开始哲学辩论了。好，那我们不提愿望了，你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，我给你办了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我办不到的事儿？你没有办不到的事儿。我这么厉害吗？他都出来抢劫了，肯定有办不到的事儿啊。谁都无法确定有什么事儿是这孩子绝对办不到的，现在这事儿处于一个办到和办不到之间不可观测的状态，就像是薛定谔的猫。这也是哲学？这是量子力学。虽然我听不明白你们聊天，但好像没有什么事儿是我绝对办不到的。那我也能成为灯神吗？只要你想就可以。那灯神，我给你实现三个愿望吧。够了！愚蠢的人类，你们是在亵渎神灵，我已经没有耐心陪你们玩下去了。哲学家，你要再不许愿的话，我就弄死你的学生。弄死我干什么呀？我又没跟你抬杠。用他威胁我没有用，他还不是我的学生。老师，救救我！现在是了。你再叫一遍。老师。再叫一遍。老师。再叫一遍。快点吧 ，teacher。既然你叫我三声 teacher， 那为师就用哲学来对抗神明。居然是用哲学来对抗神明。我的第一个愿望，给我一块绝对无法移动的石头。满足你。快说第二个。移动它。我要是移动了，第一个愿望就没有实现，我要是不移动就无法实现第二个愿望。是什么力量让两个愿望打起来了？哲学悖论。我被抡在这儿了。你是被我困在这儿了。孩子，哎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客气，我也有责任嘛。哎，你还知道啊。哎，不过哲学这玩意儿挺厉害呀。想学吗？我可以教你啊。那老师，到底什么样的愿望才能达到你的标准呢？好问题呀。首先你要区分愿望和欲望，愿望应该是美好的，带给人成就感，应该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。那谁才是最需要的人呢？我到底能不能移动这块石头啊？我好像明白了。灯神，我们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让你自由。
强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很好，这一组真强啊。哎呀，这个有可能。真好。好的，有请所有观众为这一组演员投票。一左票，请郝校长回到主舞台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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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厉害了！大家好，我们是郝校长。我是演员郝汉。我是演员萧鼎晨。我是演员张琛。啊，好演员，好演员，太厉害了，鸡皮疙瘩看的我。老师太厉害了，老师根本就是决赛的作品啊，就是。萧鼎晨老师是《恋爱犀牛》的男主。张琛老师是《夏洛特烦恼》线下话剧中的夏洛。好汉哥他上一部电影是跟腾哥沈腾平番，同一个番位把腾哥按在地上摩擦的一个角色。刚子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演的那个袋鼠。什么？那个袋鼠是人演的，不是 AI 啊？人演的，人演的，不是 AI。那去年还没发展到这儿呢。是是。哎，在一个好几十亿的电影里头，是主演，但是没人知道你是谁这件事儿，挺酷。哎，你有参加那些首演什么见面会？参加了，参加了。其实腾哥跟丽姐非常疼爱我们这些弟弟妹妹，然后每一场都带我们去体验这个感受。其实现在以人这个形态见面，可能有点不太，有点不适应，不太适应。这手老想这么待着。对。而且我跟郝汉，我们俩去年也合作过。对对对，我们俩在那个腾讯视频那个开始推理吧，我们在里头，这是我们保洁员。啊，保洁员，郝保洁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！去年不知道你这么厉害，现在也来得及。现在，哎，你们就是看完整个作品，就是觉得对你们很敬佩。主要是完成度特别高，对，都在这活身里头。之前有些演员演得特别好，其实有很多个人那个特色的，他会拿自己平时那个人设对观众的人设去演。是不是在点我发出那个书袋的那位朋友？对嘛，我就说给早了。我那个也还给我一下。哎，这个剧本是因为这个节目才写的。我不得不提一下，这个剧本的编剧是孙宇老师。对，又是我们孙宇老师。好编剧遇到好演员，所以才成一个完美的。而且您这两位这个来自开心麻花的演员，这个烙印特别开心麻花的吧？对对嘛，我只是觉得就是你越说越对，就感觉他们应该是这种，就是这种很厉害的。坚持老师，我觉得我们极力的想表达，但完全无法精准的评价他们的演技，要不然您说两句吧。你干嘛这么损我们三个呀？我说的还行。我怎么不精准了？我听了半天我都不敢说话。对，你们什么主持人？这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挺准的，观众的判断是最准的。你瞧瞧，你是什么主持人？就我不会说话。其实观众可以看得到他们三个是三个非常优秀的演员，但有的时候三个优秀的演员凑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劲儿使猛了的话，其实喜剧的东西反而有的时候会失色。今天是特别棒的，因为你们把节奏给拉开了，当你能够依然在这一个荒唐的特殊的一个情境当中，沿着这个人物应该有的戏剧任务去完成的时候，观众就会跟随着你走。其实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，我觉得今天你们三个的表演完全都已经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，特别棒。谢谢老师。还是不太一样跟咱们评价的。我们也特别感谢天池老师，其实在我们进入到节日以后，天池老师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但是我也想问一下，就是说本身有那么多的活动，就是这个节目怎么吸引您三位就可以来这儿？其实我是演悲剧出身的，我的工作是让别人哭啊，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喜剧，因为我平常我其实对喜剧是很喜欢的，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对幽默的人。相哪个对？跟谁对？我本来会说我是一个幽默的人，但来了这儿以后我不敢那么说了啊。而头一个助演那大明星好像也是您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这
是不是诚心给人搅和坏了，就成心留你这这么好。我开场我压力老大了，我跟李飞可不一样，我得给别人好好演。对对，也开开了呗啊。你们演了那么多场话剧，然后在这里来演，你们会觉得有压力吗？我们其实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比赛嘛，我们觉得喜剧其实更重要的要给大家带来快乐，而并不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名。哲学，绝对是哲学。哲学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演好了、本好的时候都这么说。本要差点，你说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弄啊？两头堵吗？两头堵啊，哲学吧。两头堵。哲学就是两头堵。成吧，那我们看一看各位老师给出的推荐值。让我们来看好嚣张最终的得票情况。各位哈哈 maker 请注意，各位哈哈 maker 请注意，现在发布喜剧大会第一赛段 C 位规则。本赛段作品得分最高的四组将成为喜剧 C 位，在已表演完的八组选手中，前四名将率先进入 C 位区域，此后 C 位不断刷新，直至所有作品表演完毕。哟，紧张过，我也有点紧张。现在 C 位区域正式开启。是白做的，家人，那不是很不方便上厕所吗？那在公布好嚣张的分数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其他已经演完的七组选手的排名。目前是李川、李飞、大宝请继续，还有三边人。那好嚣张究竟会不会挤掉他们其中一个人呢？让我们来看得票情况。190几，196，190，